那个亚裔系的。啊，亚裔系哦。对。那昨天他有过来打。他昨天，对啊，他昨天有过来打。那。我是来拍照而已。你来拍照。现在我们拍照要收费啊。真的吗？小小。我现在玩有收费。姑姑的那个剪辑教学，教你教大家怎么剪那个牙。啊，怎么剪呢？看到有牙就剪。有牙就剪。这个地方好像看到这个树，它要比较像这种多少钱？啊，这个都要钱。哦。还是这种这个比较小的都要钱。那为什么不要用镰刀？为什么要用剪刀？剪刀啊？之前镰刀不比较快？哦，习惯了，姑姑的习惯。对，现在用剪刀习惯了。哦。以前看都用镰刀，都镰刀了。好，那我反问一下，所以姑姑现在几岁啊？姑姑啊？对啊，70岁。70岁了。对。哦。还有年轻啊？啊，还蛮年轻的。来，看一下。啊，看起来年轻。年轻，接下来，这样。哦。不下来。OK， 38岁。